这孩子们有没有漂亮，攸关了里面的配色，又有关外面的包装，不会掉。自己边开箱，然后边用得很兴奋。嗨，我是爱丽丝，今天呢非常的兴奋，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对彩妆品真的是如此高昂的兴奋的感受了。今天就是要来用这一个紫色的埃及系列彩妆以及毕卡索系列的彩妆完成我今天的妆容。我跟你们说，如果你是包装控或细节控的人，这支影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他们在包装还有里面的细节真的是呈现得非常好。那不会说这些东西呢只是空有一个外表，但它里面东西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影片开始，听大家如果还想看到更多的新品美妆开箱直播、旅游穿搭分享，还有更多生活动态的话，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哦。好的，现在已经是素颜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来上底妆。那底妆我要用的呢是他们毕卡索的这一个粉底液。我真的觉得这包装真的是审美，他们家包装很用心耶。你仔细看它这个毕卡索的这个图案印上去哦，是凸的立体的，你这样摸下去那个质感超好。再来它的整个瓶子啊，它瓶身是做玻璃瓶，然后上面是塑胶盖，然后这个盖子也没有马虎耶，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很用心。然后前面是做圆弧的，然后后面是做一个平的。那为什么看到有两罐呢？它其实有分哑光跟水润两款，可是因为我怕说你们到时候下单的时候不知道说这两个上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呢就在影片里面会半脸示范哑光，半脸示范水润的妆感给大家看。那两款的色号我挑选的都是象牙白色，左半边脸我就用它的那个哑光的质地，然后右半边脸我就用水润的质地，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对。一个就是粉底呢，它买的话都会送一颗美妆蛋，但是这个美妆蛋我并没有要用，我今天想说就抽奖送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想参加抽奖呢，就可以记得订阅频道、按赞影片，然后底下留言以及分享这支影片出去哦。好，后面还有小礼物，我们继续看下去。先看一下哑光的质地好了，你看它是比较这样子浓稠感，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流动感，它会往下流可是很慢。然后你看推开它是这样子，比较奶油霜状的，因为我只上半边脸，所以用量其实不用到非常的多。我刚刚其实算挤蛮多的，因为它延展度蛮好的。那我现在使用一个干净的美妆蛋，我用底部来上妆。那哑光的话，我已经有先使用过，我才能跟大家讲一下我新的感觉。我觉得哑光啊，它就是呈现一个比较漂亮唯物光泽的底妆，但是呢，我觉得以像我混干来说，脸颊偏干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烧干。对，就是如果你是干肌的人，你想要喜欢这种雾感的话，我觉得这个哑光的妆前保湿你要先做好，不然的话这个还是会有一点烧干的状况。那我都是使用美妆蛋上妆啦，因为我觉得美妆蛋上妆不仅可以增加粉底的湿润度啊，上妆也很快速。好，你看它遮瑕力很好哦，你看一层，我薄薄的一层它就可以有到这种中等的遮瑕力。那你也可以在重点的地方再加强一下，然后把遮瑕力再堆叠，但我不建议说在你比较容易干的地方上太多，因为还是会有点比较偏干的感觉。尤其是像我在我脸颊这边，我就有观察到说刚上的时候会有比较干一点点的状况，但后面出油之后会好很多。你们有没有看到它就是呈现一个唯物光泽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利用水润款来上我另外一半边脸，我们来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哦。你看这个水感的程度是不是跟刚刚有差？它流动性比较强，也比较快。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干肌，你想要用的话，我真的还是比较推荐水润款的。但是水润款的相对起来就还是比较薄透一点点。好，那我接下来使用就是美妆蛋的侧边来上妆。我觉得水润款的那个底妆的遮瑕力就没有哑光来的高，它有它，但是中等偏下一点点，它的遮瑕力算是也不错，但是它就没有像是哑光一样薄拍一层就可以达到比较中等的遮瑕。你看它是比较清透感的，哎，这光泽差很多，对不对？你看这边的脸颊光跟这边的唯物光不一样，对不对？这边脸颊光很明显，但是仔细看一下，
它这边遮瑕的就没有这边来的高了，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光泽水的，而这边就是比较微雾啊。这边我再多叠一点点，我觉得水润你就可以叠多一点没关系啦，因为水润就比较不会怕干。你看它遮瑕力其实也是可以叠的啦。那水润的相对用量，我觉得就会比哑光来的多，因为它的遮瑕力需要再更明显的堆叠一些些。好，额头应该蛮明显的吧？这边就是水润光泽。它这边就是比较雾光感，然后这边脸颊遮瑕力蛮明显吼，这边薄上一层了，然后重点再做一些遮瑕。那这两款呢，我觉得使用起来感受度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大家就不要担心说这是来自大陆的品牌，他们其实都是有经过美国以及日本的验证，而且都是检测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有在日本贩售，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的做使用。而且有超级多部落客啊 YouTuber 们都有分享过他们家的彩妆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虾皮呢就有他们家的官方卖场，所以真的不用怕买到假货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东西，他们都是直送。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下单过来的，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们都是直送过来，而且包装其实都非常的完整。我这次收到任何样东西，只有外壳稍微压到，但基本上内容物都是完整的哦。有唇膏稍微有碰撞啦，但是基本上都没有碎裂或断掉，我觉得算蛮不错的。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说就是哑光以及水润的感受度。我觉得他们的持久力是普通，但哑光偏好，因为毕竟水润款的在我的脸上还有现在的季节来说，它的维持力有普通其实就已经算蛮不错的。那以现在这个季节，哑光的确是比较适合，但是哑光的话对于干肌来说都还是有一点点偏干，所以大家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再来是控油力的部分，我觉得啦也是哑光偏好一点点，但是呢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到大油肌的人要用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妆前有一个控油。那这边就有一个简单的短评跟大家分享，但因为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漂亮了，我真的觉得把它放在就是你的柜子上啊，做一个展示品都非常适合的产品。那接下来粉底上完了，我们来定妆嘛。我要用的是这个粉饼，你看这个外壳。埃及系列真的是美爆，有没有哦？这孩子们有没有漂亮？精致度很够哎，有没有人是埃及控啊？你看这个，哦，好美哦！再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猫猫里面的细节，它里面都有附一个他们紫色的这个粉扑，然后你看这个细节，哦，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压纹哪舍得用啊，但因为我今天是定妆，所以我等一下是要用刷子刷过去来使用，因为这个真的太美了。我今天要使用的是这一块，这个我已经使用过了，因为这个打开就是紫色他们家的品牌 logo 而已，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今天就要用它来做定妆。那它的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细的哦，因为你看我现在好，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太透肤了，所以你这样子上其实看不太出来，但它的粉呢是很细很细的那一种，你用手指指尖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粉质很细致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虽说它是粉饼，但我更推荐把它拿来当蜜粉饼做使用。那我就整脸拍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嘛，你不上一点这种蜜粉定妆真的是hold 不住，好不好？我很多东西都 hold 不住，因为这个粉很细，所以我上很多也不会厚重，然后也不会卡粉底。那如果你是用这个水润款的粉底的话，我觉得这个粉饼呢可以多上一点没有关系。接下来请掌声，我们要进入到这次的重头戏之一，就是我们的眼妆。那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眼影盘一定就是他们家的埃及系列眼影盘哦，大家看一下，这两个真的是超级美的，他们的眼盘非常的多，我考虑超级久，我想说我到底要哪些盘，攸关了里面的配色，又有关外面的包装，哎，你知道吗？真的是很两难呢。然后在这个包装上面，让我们看到哦，这真的是美方，而且这里是凸凸的哦。摸起来超有手感，超级美。然后这个打开来，里面还有附一个这个片哦，
又是做这个同样的图文。然后这个呢是他们的日落盘，你们看到颜色就是走比较橘色的风格，然后有一种就是日落下来然后底下是草地的这种感觉。我今天哦很多要试色的我全部都是第一印象跟大家开箱，大家这样子才能从影片里面感受到这个产品的美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对产品的包装有这么兴奋的感觉了，不是我在胡乱，真的是我好兴奋。再来另外一盘，我们看一下圣甲虫，它的里面配色是什么呢？好，一样有这个圣甲虫的这个，它里面的配色是做这样子，它是比较樱桃色的颜色，是樱桃红酒盘。但仔细看，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亮片色哦，这种云母色好美。虽然就是它外壳是就是有点可怕的圣甲虫，但是里面的真的是一个美到不行的配色啦，你们看看。那如果你这两盘试色你想要看图文的话，也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去看看，我也会都把就是这些产品我今天分享的试色放在 Instagram 上哦。那我们今天就来用这一个圣甲虫盘，因为我觉得我好想用这些云母色哦。首先我先用右上角这个全白的米肤色呢晕染整个眼窝做一个打底，因为这一盘的颜色比较强烈一点点，所以我希望眼皮的状态是比较干净的。接下来呢我要用这个藕色的颜色再来做第二层的打底。那其实我之前看很多部落客在分享姿色他们家的彩盘啊、唇膏啊、各种彩妆的时候，其实我就超级超级想用的。是你会对一个产品的包装尖叫的程度，你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去赞叹它，说哦，这包装怎么这么美，它真的是艺术品哎，很有收藏的价值。然后这个粉质我觉得蛮细的，上眼也不会不显色，然后你看我多叠几层它就可以到一个很饱和的程度，所以呢你就连你要只使用这两个颜色做一个眼妆的渐层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我现在呢渐层已经先做出来了一个，然后我想要先叠亮粉的地方，我想用这一个橘色的云母，因为我刚刚稍微试了几个颜色，我觉得这个比较能让我的这个眼妆现在比较跳出来，因为它是这个颜色哦。哦，好漂亮！哎，这个超闪的，我就说它很适合跟我现在的眼妆做一个融合，因为其他的刚刚的都太粉了，我怕被吃掉，因为我想要这个亮粉是明显一点的，但是你在摸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偏软质地。很美耶，你们看这个扎眼的瞬间。但眼妆我没有想要这样子就结束，我还想要再拉一个比较深邃度的眼影色，我想要用这一个，我想用这个紫棕色的颜色尾巴这边，然后可以带到眼下，然后我再用比较细的刷子沾这一个颜色，我想要上在眼下的地方，因为我不想要下面也是这样子亮的，会很突兀。这个眼影盘的表现我觉得非常的优秀，然后呢云母的闪度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影片里面有吃一点颜色欸，但是我的镜子前面整个是闪到爆炸。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眼线的部分，我真的觉得还好我挑的是红色的眼妆，因为我差点忘了我买的眼线也是红色的。那这个眼线呢其实有蛮多颜色的，有黑色的海绵头，然后也有深棕色、浅棕色，以及现在这个最夯的酒红色。我毫不犹豫就立刻挑酒红，因为你们知道吗，我其实深棕、浅棕这种颜色我也非常的多了，然后我就想赌一个看它的酒红到底如何。但给大家看这个酒红，这酒红有没有美，超饱和，然后这个是这样子有点像毛笔头那种软毛头，我很喜欢很喜欢这种头，这酒红色真的很赞。然后你看哦，不会掉。那接着呢就一样就是画眼线给大家看，欸，它笔刷很好控制欸，你们看我可以拉出这么细的线条，我都好佩服就是那种完全不用手去撑的人就可以画眼线的人。好，来看一下画前面，可以，它很细，出水量也很平均，然后一笔过去都饱和，可以耶。
好的，我的眼线呢就是用姿色他们这一支眼线笔完成的，我觉得很优秀哦，而且酒红色这颜色好美哦，推荐大家买酒红色哦。因为我一直边拍边流汗，我决定把头发绑起来。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就是睫毛的部分。我跟你讲，睫毛产品也真的是厉害到不行。他们的睫毛膏呢，除了最基本的黑色、棕色以外，它还推出了非常多很 colorful 的颜色，什么蓝色、绿色、橘色、粉色，这一种很多样的颜色。可是我买过有些产品，就是你刷上去之后，哦，有颜色，但它瞬间呢就会阳痿，直接大阳痿，之后那个睫毛膏就被我打入冷宫。可他们家的这个睫毛膏，不会耶。那它的颜色呢，我手上有的蛮多的，我会全部都试色给大家看。那包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颜色是只有就是亮粉，这个的话就很适合就 party 的时候啊，稍微点缀在眼皮上面啊也可以，或者是睫毛上面，我觉得这个运用上面蛮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它是做这样子银管身，就是有点科技感雷射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漂亮，而且拿起来手感超级好。因为我今天画粉色眼妆，那我就用脏粉色。那每一个刷头其实都不太一样哦，像是你看哦，粉色的刷头是做这样子比较直的，然后绿色的刷头就是做这样，它比较胖，然后又有点弯曲的，所以大家都可以上他们的虾皮去看一下。好，我已经先把我的睫毛夹翘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刷上这个睫毛膏。我觉得这个粉色是不是很淡？有看得出来粉色吗？有啦，有看得出来粉色，就是这边是我的黑色睫毛，那这边是我的粉色睫毛。我觉得粉色上色比较没有像是橘色啊、绿色啊、蓝色这种来的强烈感。那我现在来换另外一个颜色，铁锈红，来刷刷看这个铁锈红。哎呦，这刷上去的红马上就出来了。而且大家仔细看哦，我刷两层它也不会垂下来，我觉得很优秀。那我不得不称赞一下这个睫毛的维持力，因为它整体的维持力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它不会说你刷一刷之后它就垂下来，它还可以有一定的持久力。那加上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流汗，只要做个简单的核心训练啊，我就可以大爆汗的人，它也没有让我就是流下绿色眼泪，所以我觉得它的抗汗持久力是一定蛮不错的。接下来要进入到腮红加彩的部分，那为了搭我今天的眼妆，我要用他们的这一个单色腮红，比较肉桂粉橘色的感觉。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纹路？这也是全新的，好美哦，而且小小的，这是02号，就是这个这样子，很漂亮，很可爱，很有质感，好喜欢哦。然后呢，我这个腮红我总共有三颗，那另外两颗我没有要拆，我就是想要来送大家礼物。所以呢，今天想要参加抽奖的记得订阅 Hey I'm Alice 这个频道，然后按赞这个影片，分享这个影片到你的社群平台，不管是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都可以，以及底下留言，那我就会抽出两位送出这个腮红，那包含就是刚刚前面分享的美妆蛋，可能就会这样包一包送给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上这个腮红，它是有很细微很细微闪闪的珠光的。好，我不知道镜头前面看不看得出来。哦，很美很美，可以可以可以，我今天的腮红位置上来比较高一点点，比较可爱。好，哦，这个颜色很 OK 耶，而且很显色，也好晕。自己边开箱然后边用的很兴奋。那我送给大家的腮红呢，放心都是食用色，那另外两个我也是很喜欢的颜色，所以我才会入手，但我想说就送给大家做一个礼物。最后当然是唇彩的部分啦，我总共入手了这个七支埃及系列的唇膏，还有四支这个毕卡索系列的唇膏。那等一下呢，我会上唇的是会用埃及系列这个唇膏给大家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毕卡索系列的，我跟你们说，这每一个
堪称是艺术品。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幅画，你认得吗？是不是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包装超适合放在就是那个很干净的台面上，然后就放四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是做这样子凸凸的，有种颜料的感觉，就是油画或什么涂在上面那种凸凸的质感，摸起来的感觉很赞。它的外壳是做这样子，你们看到？磁吸式的，所以哦，整个包装又优秀。然后打开之后，你看到唇膏本体这一款的是柔雾的，然后你看到它上面有没有刻这个纹？哦，这个唇膏真的是美到不行，这四支的颜色真的都是很美的颜色，大家可以值得考虑一下，不管是对它的包装啊还是怎么样，我都觉得很值得。那埃及系列呢，我总共入手了七个颜色，那刚好我手边呢总共有六款不同的包装，它包装是不是超级超级无敌漂亮的？所以呢，大家不只在选择颜色，也要选择这个唇膏的包装是如何。那这个包装呢，它就是一般的这种卡榫式而已，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特别。我觉得它在用心上面是它在它这个包装。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唇膏内部。我跟你们说，你看到这唇膏内部，你就会觉得这我哪舍得用啊？你们自己评评理。你们看这雕刻纹，就是洞穴里面就是墙壁上面刻的字啊，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图。这哪舍得用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虽然是塑胶壳，摸起来比较有塑胶感，可是这个包装它做的这个图案是有质感的。好，那这七支呢，我一样会全部试色给大家看。那如果大家在虾皮上面选色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今天在影片里面的试色哦。那我今天想要的唇膏呢，是301叠叉309，做一个渐层色。我觉得这个唇彩真的很优秀，它完全就是我很喜欢的质地，它呈现的是比较奶油霜状感的，它涂起来非常的滋润，也很滑顺。你刚刚我们看到直接上唇是直接抹过去就化开了，也很显色，饱和度也很够。我先用301号擦整个嘴唇，大家有没有看到光301这个颜色就已经觉得 beautiful。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是很日常的颜色，就算大家平常随时要带着擦的话，301非常非常的适合。接下来我叠加一个比较强烈感的309号色，叠在比较唇接近中间牙齿的地方，你就会看到说那个309那个饱和的橘调啊，就跟那个粉色调融合的感觉很漂亮。那因为我觉得309这个颜色本身的强烈度会比较高，这样子做一个渐层的感觉的话，就可以有比较中和掉那种感觉。那如果你喜欢强烈感一点的话，309这个颜色可以直接擦，但是真的是擦完之后上面的 logo 就不见了，我觉得很可惜。今天以上呢，就是利用姿色的彩妆跟大家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完成我今天的妆容。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化的妆很美，大家觉得如何？因为我刚刚去整理头发，然后戴上耳环跟项链的时候，整个在镜子里面陶醉，想说天哪，这个人也太美了吧。而且我跟你们说，他们的价格真的不贵，你一次买个各买一个也都不会就是哦觉得很伤荷包，我觉得都非常的 OK。 那如果你是包装控的话，当然是毫不犹豫推毕卡索跟埃及系列。那如果你问我说我今天用的产品我最最最最推荐哪一个的话，当然就是唇膏。我觉得唇膏真的是一个必买的产品，因为我觉得像是眼影盘的部分，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哦这颜色我可能怕不好驾驭或怎么样的，但是唇膏大家绝对都可以用。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想参加前面的抽奖的话，记得订阅这支频道，按赞这支影片，然后分享这支影片到你的社群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或 Instagram 都可以，以及底下留言，然后之后再来会抽出。那如果还想看到更多的新品美妆开箱、直播、旅游、穿搭，还有更多生活动态的话，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哦。好了，那今天影片差不多真的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可以点上面这个圈圈，还有开启小铃铛跟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